不错啊。Hello， 所有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LEGO 李国毅，何浩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欣颖。谢欣颖，刚刚进入谢欣颖，分过了吗？这里，你在这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韩，在戏里面是蕾蕾女王。对，今天有在一些社群软体上面看到，好像五六点、六七点的时候，这边就已经有上百人以上了。那真的非常开心，也觉得今天虽然天气很热，那粉丝们大家可以不会辛苦的在这边排队，只为了跟我们见一面，让我们更有动力回去要把戏拍得更好，然后用更好的戏剧作品来回馈给大家。我非常开心，然后因为我们电视已经播出了第五集了嘛，今天播第六集。对。但其实我们已经拍了大概过半，然后在网络上面也看到很多的粉丝说，就是非常喜欢我们这部戏，然后希望可以见一见大家。那也透过这一次机会见到所有的人，我觉得非常开心，而且就是很想跟你们说，你们辛苦了，因为用利用周末用那么热的天气来这边排队。对，真的很谢谢大家。被轴动的感觉好像距离更近，心里有心跳加速。其实已经很多次，但是每一次被何浩一轴动，都还是会觉得很害羞，因为鼻子就这样磨蹭，然后就还是女生该有的害羞的都还是都会有。随着我们两个越来越熟，每一次轴动越来越近了。对啊，因为就开始觉得应该没关系，应该没关系吧，越来越熟。对对，当初在拍那个轴动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鼻子都还没碰到，开拍的初期而已。对，然后现在随着拍摄越来越熟，对，每一次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那家良会不会很羡慕那个像何浩一可以周冬别人，你会想要周冬白淑蕾啊？他直接都抱白淑蕾了。我有更好的福利，没关系了。那这样子只有医生没有福利？哎，有来来，幸好有，而且也有，有，对对对，福利很多的嘞，而且他比我们的还。他要包红包给别人，对，是他要包红包给我。我还想要问一个，因为你的收视率非常的好，如果破三的话，你们男生好了有没有？对，男生破三了，有没有做什么？破三，煮菜给大家吃，化女装，破三，化女装，破三要怎么办啊？两个互相帮对方化妆。化妆好啊，可以啊，很酷哎！用左手化妆，然后一起拍照，然后看在哪里。对对对 ，OK 啊，好，很酷哎，好像蛮不错。眼影部分就是，就整脸了，花的，破三了，哇，这很哦。要想一下哦，我觉得要认真想一下。除了这样以外，再加码捐款给公益团体，如果破三的话。对，看是任何你想得到的公益团体，我希望可以把观众给我们的这份力量，经过我们，然后再传达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如果收视率真的破三的话，我们一定会说到做到。嗯，谢谢。